是这的感觉，一起来欣赏。孙啊，你着爱读册，唔通亲像老爸啊这呢啊狼狈。册若读了有够多，别人才会认真听你讲话。孙啊，你着爱读册，将来生活竞争是愈来愈多。阿爸已经不是少年家，拉条烧了也无灯火。不管做牛也做马，我不管多一句话，凡事你若需要，我借也借来买。孙啊，你着爱读册，打拼才会有机会。孙啊，你就爱读册。我知啦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。